下面到心动复课，首先呢，我们现场会放四个片段，由四组同学进行复课挑战。首先呢，请昭昭和丁程鑫来看一下下面要复课的片段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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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妈呀，好难演啊，好激烈啊，咱俩打起来了，动作型。我们来复课一下，来，两位，加油，来。小丁注意称呼哈，姐，姐，哎姐别闹了，姐别闹了，别碰我，啊姐，哎，别碰我，姐，哎呀，姐什么姐？要不要到舞台中间再演？来准备，开始。是我不好，考虑不周，乱发脾气。下不为例好吗？哎，别碰！哇，不是你告诉我得主动出击，不能在原地等着吗？我就是太听你的话，才做了件这么蠢的事儿。海水锅？哎，不吵了。反正我认准你了。你得对我负责。哎呀，走了，走了。好，127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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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非常好，大师大师，刚才的台词很准确，很准确啊，大师大师。下面是我们雪晴和佳琪的版本，我们来看看他们要表演的片段。来，你今天回来的比上周早啊？想早点见见。哇、哦、呀，哎呀，我这好帅啊！你打火机挺漂亮的，还可以。借我看看呗。哇！拉过去了。想不想演？想演。哎，我找，哎，我找这个，可以演这个。我的角色，游戏，我的角色，可以可以，就演那个拿伞的。迪哥，哎，我们迪哥眼里有活儿，一看那个就是我的角色，我会好好把握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有请我们的雪晴和佳琪。那我就也去就位了啊。我找点东西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迪哥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搬那么大。来，准备。好，来，加油，来，预备，开始。你这周回来的挺早啊。想早点见你啊。你这打火机挺漂亮的。还可以。借我看看呗。好天空气里漫漫。130了，哇，130
迪哥，你是他们组的吧？真的。不好意思，哎呀，太不好意思，哎呀。哎，刚才迪哥有帮助到那个。对对，他帮我。等一下，不会是我碰到你那一刻你心跳一下子？是我的，是我的功劳是吗？吓的了。好，这个成绩很难超越了。下面到我们梁杰和耀文来，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。加油加油！请看他们要复刻的版本。好冷啊！啊？围上啊，不然一会儿又得骂我。不然一会儿又得骂我。我不想围这个围巾，你喂给你的，我不喂。我妈给的。哎，江辰，你等等我。哎呀，好甜呐！哎呀哎呀哎呀！完了，没有神助攻了，怎么办？因为有些人太远了，算了，路过那些脸都看不清楚。迪哥去当围巾。对呀、啊。对，先准备好道具，对。哎呀！哇！我们得往后走一下吧。好适合你啊，是吧？特别像耀文带来的。喂喂喂！好，来啊，准备啊，来，他们复刻的部分，开始。好冷啊。啊？围上啊，不然一会儿又得骂我。哎呀！啊！哎呀！怎么还有这么？我不要围，李薇给你的围巾，我不要围。哎呦，我妈给的了。嘉晨，你等等我。对对对。是不是这儿围得太紧，拉不上去了？锁，本来应该有个，不是这太短了。那个围巾蒙脸那个，因为他发现这围巾不好扯，他改成摸摸头。摸头了。我觉得我心率都到130了。好，下面到我们尹露和老秦，加油加油，看看这个版本。是这儿吧？是，谢了。陆星河哈，来。你还是喜欢你的同桌是吧？你还喜欢你的同桌是吧？哎，我以为来了北京，有了新的生活，我会没有那么喜欢你。可是再见到你，再见到你，还是高兴，还是高兴。哎，我看见你在北京也都挺好的，我也很高兴。哎，你又来。这怎么玩？这也到150了。后会有期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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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，准备，给你换了个车。You what？ 原版里不是一辆摩托车吗？我蹬一自行车过来的。哇，没事，信念感，信念感，这就是摩托，好不好？好酷啊，好酷啊！你从骑过来开始啊？哦，就不了，就不了，就不了。那我从骑过来开始。也大可不必。我们直接开始，好不好？来。
啊，来，好，来，三二一，你还是喜欢你的同桌是吧？啊，我以为我来了北京，有了新的生活，我会没有那么喜欢你。可是见到你，还是很高兴。我看到你在北京过得挺好的，我也挺高兴的。你又来。最好的青春，最怀念的还是最初的那个人。最好的我们，骑车骑车追，骑车追，骑车骑车骑车。世界在变，与我们无关。哎呀！哎。你不拉回来呀、啊？丢辆摩托。哎，丢辆摩托。好，来，尹璐刚才到了135，哎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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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那么我们要把两次的这个积分累计一下，累积到一起。那接下来我们看看他们的分数累积情况。首先是昭昭这一组，第一次是116，第二次127，最后的总成绩是243。哇！下面雪琴118和130，248。哇！好，接下来是梁杰这一组122和129，251。哇！尹璐这一组120和135，255。恭喜！